身体拢还袂好完，阁发生遐济代志，真正是替家己的健康讲算笑。我去倒水互你啊。唔免啊，我袂要紧啊。啊，不过我想袂到，你专工未必阁转来看我。用电话讲你唔听，我怎会当转来啊？我确实应该听你的口供，莫甲东君去唱嘴。自从你为着陈东君倒来台湾了，我就知影，总是会有一天的。就算讲你无去唱嘴，迄两个高兰路赶快会想其他的办法来伤害你。你俩准讲你躲得过因的夺命连环杀？好啊好啊，莫讲莫讲，我讲的话哦，意思。在你的工作上面抹呀，就够人玩。无唔对，在美国最后一年，我开始真郁出，因为你逐天跟我讲东俊唔好，苛刻我，爱我甲伊离婚。啊，不过，我甲东俊结婚这么侪年，你逐天跟我讲伊是歹人，我当然嘛会生气。可再讲，我嘛认为讲，你唔捌看过东俊，你是凭什么讲伊唔是好人？所以我倒来台湾，是为着要证明给你看，东俊，伊是嫁到我外口姓林的翁婿。结果，我知影伊做出反背婚姻的代志了后。我头一个想到的人是你。那是安怎？迄时阵，你无敲电话给我？可能是因为唔甘愿，唔认输。就算伊无反背你，陈东举甲陈长生遐个人去甲政府申请什么观光预算？应该遐个钱摕去做别项代志，这就是贪污，你袂当接受。我有苛刻伊，莫安尼做。啊，不过伊做啥物，拢唔予我知影。伫公司上，伊反背投票予伊人；伫私生活，伊反背你这个太太。这两种行为对我来讲，拢是足可恶的行为。你无在伊利用李伟的身份为非散走的时阵，甲阻挡，一直到伊要甲你害死啊！你才清醒，这一切拢是你家己做起来啊！你敢知影？我真正足惊的。你惊什么？我惊你无学着教事，搁转去迄个伤害你的、伤害你的迄个人身躯边，伊的歌声若是一直拖，伊就会当伫外口逍遥。啊，刷落来代志变甲安怎？我这就惊的，所以我才会甲话讲到这么重。我要离婚，马上跟伊离婚。最好是你讲会到做会到啊！那是伊搁倒来跟你哥哥弟的，那呢？你着继续对我讲重话，唔免惊是毋是伤害着我，因为我需要你骂我，跟我骂我亲戚，安尼好不好？袂啦，我讲的话你拢无在听，袂输我是歹人同款。有嘴讲到无烂，你搁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。我讲的无效，陈东俊甲你教教好。你莫安尼啦，回头你即摆已经回来啊，我会当随时伫你的身躯边，互你顶。无爱啦，我有我家己的生活，我无时间管你。我都已经拼死命给你弄软啊！你搁晒太，你真正足够扣分的呢。好啊，那呢，你就莫管我。到时阵我要安怎，拢是我的代志。
我交无朋友，我应该啦。啊，交话讲到安尼，明明是你家己无听我的话才吃亏的，这么白说拢是我的不对。你安尼，你很超过。哎、欸，你叫做超越，我叫做超过，安尼多好，咱做姊妹啊！你哦，你比我高较济，还阁这么幼稚。你哦，明明比我少岁，啊，不过袂输哦，一个活到160岁的人同款，啥物代志拢看透透，真无浪漫。讲真实嘞。其实你到现在，我对你的事情都没了解。你出生在哪里，有什么亲人，过什么生活，你都没说。只有受过伤害的人，才暗藏他的过去，没什么说。哎呀，没什么好说的啊，都已经过去了，说也没意义。谁说没意义？Dora， 你比我比较少岁，但过社会经验、能力，拢比我比较侪，嘛比我比较勇敢。在你面头前，看到亲像一个弱者，需要你的保护。啊，不过，我嘛想要保护你，因为咱是上好的朋友，敢不是？一次有人说想要保护我，就像头一次有人跟我做伙庆祝生日。你为我做的已经有够多了，我真满足。我不是凊彩讲讲的，我真正想要帮助你。你会当好好过生活，就是得跟我斗相共啊。嗯那安尼，你爱答应我。你若有需要我到三间所在，一定爱甲我讲，互我知影。除非你无爱我这个朋友啊。啊，搁有受到打击、心情无好、受到伤害的时阵，嘛一定爱马上互我知影，互我甲你做伙面对。这是我唯一的要求，嘛是我这个做朋友的权利。我拜托你。别把所有痛苦吞下来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你先坐，真正是身体拢还没好完，就一直讲想要跟我斗相共。我先跟你讲哦，这段时间哦，我暂时袂回去美国，我会留伫这跟你定调调。好啊，那安尼哦，咱就当亲像美国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哦，咱大家那啉酒那开讲，一直到天光才困。Mm-hmm.